一箭头再柏林，终极水雀。德国柏林你会形容为一个点样嘅地方呢？我就话呢度系天堂啦，人人都过住日日都系星期日嘅简单生活，写意到不得了啊！就连揀泳衣都偏向一箭头款式，同佢哋嘅生活原则如出一辙。Simple is the best。柏林人对日常服饰唔太讲究，但系对泳装竟然有种讲唔出嘅坚持。Model Anna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柏林人，她表示当地的女仔日常会花很多的心思钻研哪种身材适合哪款泳衣。对泳衣的物料更特别有要求，除了具备一般泳装的防晒防露水功能之外，还要材质轻薄光滑而且柔软，穿着的时候要好像人体的第二层肌肤。来到季尾，终极推介出自韩慕蔡恩珍 EJ 的自家品牌。EJ 话在香港生活多年，发觉香港人都喜欢追求高质素生活，而韩国出品的泳衣无论剪裁和款式都很适合香港人，于是就同朋友合资网上店。但细估不到啊，拥有34C 骄人身材的 EJ 原来都只是钟情纯黑色一箭头的。